少半趴，好像好像少了点什么吧。让吴桐来试试设备。给我们自己试着呀。对呀、啊、来呀，快活呀。导演组啊，吴桐啊，给我的这个话术是这样的，哎呀，我们这趴已经非常满了，已经足够减了。你以前满从来没够过，都得溢出来。我跟你说，这趴就算不剪到节目里，也要吴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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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家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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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有。哎呀，还有鞠光啊！假装打，假装打。啊，这样啊，腾哥作为这个代表来出个题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自己想四个选项。好，然后你自己写出内心的答案。好，哎，特别有快感，在这个位置上。他从前面爬，他不从后面走，他从前面爬。让人家做节目这么成功，所有的综艺所有的招数全在这儿了，我自愧不如。我也是，我特别自责，真的。让我想抽，互抽，不抽，互抽，不抽，不抽，怎么就抽不过人家的包袱？抽不过，真抽不过。吴桐，包袱太硬了，你的包袱太硬了。惭愧啊，惭愧。我们你从前面掉下去。我们花这么多钱整这装置干啥的？这样啊，这道题腾哥自出自答，你们俩听他的题目行不行？这道题就出给他们俩了啊，请听题。你觉得《青春环游记》跟《王牌对王牌》是不是特别像？答案 A 是 ，B 不是 ，C 五成像。D 八成像。哎，我在里边也占一成吧。请选择。吴桐觉得是五成像啊。哎呦，反了反了，举反了。再数遍啊，三秒钟啊，来做好准备啊。你们都选了 C，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？三。三，腾哥哥给出的答案是不像。第一题啊，我们先考考王牌战队鹏鹏和陈哥呢，这题不参加。第一题是根据平时你们给朋友回复信息的速度来进行排序啊，以总导演提供的答案为准，一就代表你回复的最慢，七代表回复是立刻就回秒回的那种。我们是按照就是最长时间没回的时间算的。是多久？能不能提示一下？最长一个月以上。一个月以上、啊、那肯定不是我。是谁啊？那肯定是也不是我啊。不会是我吧？你这么不靠谱吗？我真的有经常是那种隔个一两个月之后，然后再回复他一两个月前跟我说的那件事情。哦，就是本来想去看你北京站的变成看上海站了呗。你们可能是看明年的时间了。那要调整吗？第一个去，你往前坐，这帮咱顺延一下就完了。对，顺延一下。行行行。
唐，那你坐这儿。你一般都是下周的，下周给他回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针对每个人，我是都这样，都这样。我也慢，你也慢啊？你们呢？你们是当天能回的吗？这都是下个星期才回的。有没有当天回的？回，我当天能回，我回的是最快的这个。因为那个梧桐都是有的时候喜欢后半夜发消息，后半夜正是小童状态最好的时候，三四点那会儿正是小童，这是我精神的时候，正酣畅之时，微醺之时。腾哥现在都整个人笑而不语。腾哥在想，我好像就没有回过梧桐。不是，他就是赶上了。你比如说，手机在我手了，那我就是迅速就回了；那没在手了，什么时候看见这个人了，或者看见他发的某条消息了，呼啦一下想起来了，哎呀，他我好像有个信息没回。不来录王牌，不回消息。我跟腾哥一样一样的，确实是，哎，感觉自己变老了。跟腾哥差不多。我是看到了，但是哎，一年回了，就相当于回了，然后就突然忘了。梧桐发给你都啥事儿呀？生日快乐。那一年也是一年一回，一年回一次。确定了吗？就这个顺序了？差不多这样了吧？确定了啊，那我们就公布答案啊。七回的最快，关晓彤一分钟内，真的快，真的快，多少时间？一分钟。那会儿正是他倾诉欲最旺盛的时候，正愁没人上门，正是晚上凌晨两三点的时候。我下馆子都能碰见他俩在吃饭呢。是不是有一年是我俩在杭州？是我俩吗？ 不光是你俩吧，应该是。嘘，是不是看错了？那倒着看啊，杨迪是坐在六个，我第六个应该差不多吧，我觉得不是你就是我吧。没想到是我。反沙哥，我俩沙哥也有可能。沙哥啊，哎呦，半小时，你也挺勤啊，沙哥。我就说嘛，我基本就回嘛。以后你俩聊吧，你俩快。我跟小童聊，别通过梧桐了。第五，可能是我了吧。糖糖一个小时啊，哦，哇，还可以。第四，到我了吧。四五个小时，哎，那你怎么会坐那儿呢？醉了，应该是因为忙，你活太多了。玩完活，完了，错三个了，完了，没事，你们前三个有对俩就行，那就直接看第一，好不好？感觉梧桐这么想要看一，有可能不是我，有可能是，哎，有可能是我，要不我俩再换一个。至少我在我心里面，我觉得我跟梧桐平时在私下交流的还是挺多的啊、哦、那可能小宋交流的没那么多，那有可能是他吧。换一下，换了啊，把他推上了最恶劣的地方。他也换了，完了，风口浪尖。反正你们仨就是认知很清晰，这就你们仨嘛。第一，真的是我，你输了。有一次是一个月，没，平时都快的。只有一回是吧？就是如果太累的话，一天工作完之后，可能就想赶快休息了。啊、嗯，对，上赶事儿就给忘了。对，用意念回了。对，然后可能想起来了，看打开手机的时候，哎，不好形容，不好形容啊。看看啊，看看特点。哥那么多年了，还不知道我们长啥样？还不知道我们的特点。哎呀，这个，那个行，这个行。觉得梧桐特别招人烦的。请站起来。哎呀，回头了啊，回头啊。
哎呀，这肯定是吴桐，这肯定是吴桐干的。吴桐肯定在后边喷他们，喷他们。这轮我们要考验的是各位问话能力到底强不强。每轮游戏三位嘉宾带上写有词语的道具，嘉宾可依次对自己头顶上的词语按顺序进行提问，率先猜出头顶词语的嘉宾获胜。第一轮要参与的三位是腾哥、贾玲和杨迪。好，来上词儿啊。哦，把俺的发型都弄乱了。完蛋了，驴唇不对马嘴。从贾玲开始问吧，女士优先。我这是个男的女的？女性。女性。嗯，可以说是女性。太坏了。那我这个是人是物啊？这个可难住我俩了啊。这个我只能说不是个东西。似人非人吧，反正确实不是个东西。梧桐吗？怎么惹他们了？咱俩描述的太精准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俩一下把中心思想都给你提炼完了。不是，我在想，吴桐，在杨迪心目当中啊，你也知道了哈。我在想，上面要么是我的名儿，要么是吴桐的名儿，才会引得两位如此的谩骂之声。我问一个，问沙溢哥如何评价吴桐导演？他说吴桐导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，但是最近头越来越大，肚子越来越圆。语气都很像是真的。陈哥听到什么了？比你还胖。你说这你是你还是我？喂喂，信号不好啊。我的没电了，是他的没电了。喂，哎，这真烦人。然后他这块多出来一个地方，也放不下手机，那他这块多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包袋还这么多，绝对是故意刁难我。是的。行，好，豆瓣见。快点回去紧急开一个豆瓣号。我跟你说，最大的那些黑帖都是我干的。我这句话一定要把它剪出去播掉。别请说出对节目组吐槽的意见。他赢。我们先从张若楠开始。这怎么说呢？大热天的在这坐着，姚一天粉丝太多。这个有点，你这是吐槽吗？看得出来你还想十三季还来呀、啊、哥。生存欲很强。正确。那这样玩的话我也知道怎么说。开工有时候太早。姚 PD 太帅了。有点你这影响到我的发展。正确。影响到他的发展。过分。道具差，这直接喷整个部门。继续，服装差，设置差，环节差 ，PD 差，还有什么？摸着良心说正确。下次不给做乙王皇上。还可以说，还要说什么？你别给我们说完了。哇！撕下来了。常胜先被淘汰的，范丞丞二。我这儿有信息提供啊，我有狠话提供。啥东西？我这一棒子下去，让你退出时代少年团。范丞丞说的。来，
然后张震元说正合我意。张震元说我要 solo 了。这样说丽飞我走了。送张震元上热搜。不关我们事儿，不关我们事儿。姚一天给我发的剧本在我兜里。这是印度路，别 diss 我，别翻白眼，翻成坑，你知道。豆瓣差评。明明就给最后一个线索就能找到所有东西，干嘛要前两个？绝了！我们分析了半天，背后那条路在哪？你主要画了个自行车。对，大舅、二舅、三舅是999号啊。对。那个照片翻过来会拼成博物馆的博字儿。什么？拼的是字儿？给范丞丞拼一下，让范丞丞看到我们的节目的用心。来来来，来展示。给丞丞看一下。这张图确实是我们分析过的，丞丞。VIP， 你看，离老远看行。什么叫再看一下？给我打开，还能献血？你来不及，我告诉你。不要，方哥，把你老婆叫过来了啊！献血啊！三，血都透出来了。三，四分零三，三，是三。你们提醒了不算，没有提醒，小哥提醒了，一直在说不算，这真不算。不是我摸了一下我的头上有没有？啊，这轮不算，就手不能动，好吧？不是你不能提醒，因为不能提醒，不能再来一次吧？不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好好，来，可以可以，这看对了。白鹿，啥呀？四个表情，真的太不像了。是这个吗？不对不对，哎呀，贡菜一盘，我就想吃这个贡菜。在你们品尝火锅的时候可以评选一下刚才表现最好的成员。我们组吗？我们组范丞丞排名一。我觉得第二组最好的应该是，其实真源还行。为什么是你决定？因为13季我可能要当导演。我们先从丞丞开始吧。好好，请为丞丞送餐。啊，我们都看着呀。啊，我们都看着呀。一个一个挑战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试是吧？啊，我这刚脱了，刚准备练活了是吧？啊，刚想吃，大干一场。好多鸡的呀。这么多。哦，太丰盛了吧！这么多，哇，好多啊！好饿呀！OK OK。哇，拌饭！哇，太丰盛了吧！这么多，好饿呀！哇，好饿呀！流口水。你要等到最后哎，都吃饱了吧？没事，我看着你们吃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哎，你上面有有机农家菜、煎鲅鱼、米肠、打糕、扎参、腌萝卜、辣白菜汤、圆白菜、辣白菜、明太鱼干、四五家。晕了，完，什么家？四五家。哦，对对对，四五家。哦，你看那俩馋的，那俩馋的，你俩尝尝得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哎，我们这儿很饿的。OK， 开饭 ，OK， 开饭，请听题。吃辣白菜，吃米饭，吃辣白菜，控制欲好强啊！有一天，吃米饭，好香啊！哎呀。吃辣白菜，喝辣白菜汤。警告一下，这就慢了啊！你能不能让我吃点别的？一大桌菜，你只让我吃圆白菜。对，辣白菜米饭，辣白菜米饭，喝口辣白菜汤米饭。你上这么多菜干嘛？还是说你只认识这两道菜？吃明太鱼干，吃辣白菜。全。
白菜要吃完了。喝汤，喝汤。哪个汤？对不起。哪个汤？对不起。反杀。哪个汤？对不起。你快警告也要 PD 一次，警告定定定定，自己想一下那个零，每次警告给自己警告。我们所有人，你定过三次，你 out， 把 RB 全都给我们。都是你十一年培训出来的人，很苛刻的。吃圆白菜，吃米肠，吃沙参，吃圆白菜。嗯，对吗？对啊。警告两次，吃圆白菜。定定一下自己。啊！你再说一次 out 了。哦，你还有机会，现在才警告了一次啊。你也还有机会。是，你都被警告两次了。你也还有机会。你都已经被警告两次了。你也还有一次机会哦。吃煎鲅鱼。吐一次。吐。怎么还有这种鸡？嗯，你没有吐出来，我这吐这儿了。你把那个刺给它扒拉出来，这是吐鱼刺，吐鱼刺，他听成吐一次，我们也听成了吐一次，我也听成是吐出来，吐一次，好，警告我，满了，你三回了，警告。对呀，我们玩了。继续啊！你现在错了一次 ，OK。你还有八个，用勺子拌石锅拌饭，吃一口，吃辣白菜，喝辣牛肉汤，吃打糕，全干手，喝辣牛肉汤，我一会儿也用手吧，吃辣白菜，什么辣白菜？喝辣白菜汤，要吃完了。吃的还挺优雅的，你知道，喝一口辣牛肉汤，吃一口打糕，有多余？又甜又咸又辣的。恭喜程程挑战成功，可以为团队获得5000RB。哦。然后啥意思？饭撤走？没有啊，你继续可以继续吃了。我先玩着啊，按你自己的节奏吃了。啊，旁边就有很多款式新潮的帽子，我们这个环节要进行挑战的就是指压板。粘帽子啊，粘帽子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大家头戴着帽子，然后往起跳，把帽子会粘到这个顶上。Oh my god！ 哦、oh. ，然后12位成员一共能够粘到20顶帽子就可以。你这个游戏考虑过公平性吗？我们没有那么高。这是值得考量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这个高度是由女生的高度，然后男生的高度。有周深的高度吗？首先为大家来到的是女生的高度。来、哦，下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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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现在就是女生的高度。好高级，哦、好高级。可以。这种时候就不要跟我同时出来嘛。你们刚才有跳吗？我根本就不敢跳起来，我没有勇气，怎么办？好痛啊！我出去了。不痛啊！这个太难了吧！哎呀！加油！加油！Ha ha ha!
白鹿下面喝多了。鹅、你们是鹅还是鸭？鹅，每顶一次都要吐。鹅。哇！你看，这对于他来讲太简单了。这我用一下，一二，哇！一二，哇！冠军不只是自己跳，还完成了托举。冠军，你先别动，一会儿还有几个男的上去需要托举，需要托举。算了啊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留点力气，留点力，算了算了，给给。哎，他对着镜头，我不要跳了。接下来要轮到男生出战了，周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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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是新人大礼包，知道吧？对，来吧，那老沙来吧。你先上，你们先上，因为我们完成了，一会儿又去吧，去吧。对，我们一定是把机会留给需要的人。我上去通透一下。我也来，我也来玩一下。啊，这么痛！啊，这么痛！哎呀，小心！慢点。哦，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呀，凯哥，你克服了？这咋的了？这是这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大爷，得了关节炎！哇哇，这么痛啊！这个好痛！加油！这个比看起来的痛很多倍。这有那么疼吗？这有。我拿帽子，我过来，你先拿帽子。沙哥，这个是顶头顶菠萝吗？这是。哇！好痛，这个。哇！好痛！你不要压我，你压我，我更痛。你自己管好自己。他们两个在一起真的好可爱。来，让他俩先来一个，来来，老沙，你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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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俩就别客气了，好吗？我先酝酿一下，我先酝酿，我现在得说服一下我自己，我怎么跳？我得先说服我的脚，因为很痛。周深，感觉你要跳很高哎。周深，你好像要跳一个你。你们先当我不存在。我托你吧，我托你吧，我托你一把。布拉，你是托尼老师。我可以托他一下，托他一下。我好不容易在这个里头找到了两个地啊，找到了两个地啊。我一下，这啊，我一下，这我一不行，还上去不行啊。等一下，刚才谁跟我说要助跑来着？助跑不行，他只能原地跳。助跑是肯定不行的。喂啊！喂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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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混账！六！啊，差不多了是吧？还有俩。等会让你让他俩来一个嘛？周深来不来一个？周深，我跟你讲，不管能不能顶到，跳一下要。对，对，是不是？你也没跳。我们三二一一起跳吧。好，三二一，哇哇哇，哇哇哇，哇哇哇，跳好高，好高。太坏了你沙溢，真的我就猜到是这样。哎呦，我在起跳那一瞬间我觉得有点不稳，要扶一下帽子，扶一下，你赶紧上。不有的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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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他应该没有我跳的高吧？刚才没有，他真没你跳的高。
哎哎，粘到了！哎哎，粘到了，粘到了！还差最后一顶啊！哎，我觉得你们俩要不脱一下，周深。周深来吧，来。我真是说心里话，其实周深刚才跳的已经尽力。来，我们一人一遍。我也帮忙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不！他应该没有我跳的高吧？我们为什么刚才没有人泼姚 PD 啊？我也是这么想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我们一会儿淋一下姚 PD。那下面我们就要一起前往有着吐鲁番最美小巷之称的青蛙巷，深入体验新疆特色风情，赢取你们第一轮的安慕希小黄金。单打的安慕希，还玩一玩？对啊，我先走了，我衣服透，真的。打板吧，别，打板了，打板了，来吧。我就知道了。今天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你要好好对我们哟！怎么可能？你也等着瞧！走啊走！太嘴硬了！等着接受我的惩罚吧，今天。好了好了！完了，怎么越凑越勇的这个人？丁老板，花点钱了呗？我去吧。五万。不是你这手，你跟我说五万，然后你帮我接最后一棒，这水不都？你两万都多了，这手。最后一棒。拼姚 PD 吧。姚 PD。拼姚 PD 吧。我贼弱这游戏。我知道你很弱，就是要这个。姚 PD， 姚 PD， 姚 PD， 姚 PD。我觉得姚 PD 来的话，可以给你们组加三十秒。真的，姚 PD 来加三十秒，姚 PD 来。呀，不行，你怎么不行？我都没衣服换，等会儿。别逃了，实在不行我搓给你啊。我们真的需要你，节目做到现在不容易，没爆点啦，就靠你了，姚 PD。是防水的，就穿着这个。综艺首秀。哎，说输赢已经不重要了。你们不能让他当舀水的人，舀水那湿不了。哦，是哦，你得在第二棒才好看。不要。他这舀个水不好看呀。晶晶，姚 PD 要第二棒。姚 PD， 你玩第一棒怎么说服艺人？你怎么说服艺人接受你这种游戏？啊！我第一棒来，姚 PD 来。什么啊！我眼全湿了。是你排怕湿，你应该怕的是节目没爆点。好难做不下去，你居然在这怕湿，怎么当工作人员？怎么怕吗？告诉我不怕。也没人搭理我，是吧？来，去吧，来转起来吧，道具花钱做的，别浪费了。请准备。你从下面走好不好？你从下面走好不好？我从下面走。你看了这么久，你过来一点呀。好长啊，我还需要努力，我觉得这个好厉害。转起来了，小心。姚一天那儿都没什么阻碍，怎么就能撒了只剩三分之一了？
快点快点，来小姚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这你设置的有长度限制。PD 玩的确实很水。姚 PD， 你过来，你从下面。什么鬼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。等一下，要不还是姚 PD 第一棒吧？我拽不动，来，你过去。姚 PD， 你能盛满吗？打出来！你给我半杯是什么意思？你还往外倒！哎，姚 PD 往外倒！啊，他这个人，真的，以后我不会上他的节目了。真的别上，你都别上。不是你们花钱没有这呀？今天没花钱。不花钱，白来的还那么多事儿。不花钱就别找事儿。金晨是芭蕾，好，金晨可以，人家十几年芭蕾舞功底。倒计时30秒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加油加油，至少还能挣个30万，我觉得。金晨歇会儿，别伤着腰。好好好。Yes。 快来快来，快快快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啊、快快快！还有还有，哇，好累！倒计时10秒，九、八、一，输了输了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五。五、四、三。不到八吗？不到八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来来，你手套，你手套，你手套。只要你到八啊！导演也上那捏手套了，导演也把捏手套水去了。哎哎哎！这干什么呢？这是。